滚来，曾经演过拥抱太阳的月亮，更在韩国实境节目我们结婚了当中累积高人气。韩星宋嘉玲今天来台，因应 MERS 疫情，韩工作人员一下机就戴起口罩。记者会现场除了媒体，也请来150名幸运粉丝，更接受了中视新闻的独家专访。大家好，我是宋嘉玲。中文打招呼，韩星宋嘉玲来台记者会上还开放150名粉丝近距离接触，真的有把现场打招。在知名韩剧《拥抱太阳的月亮》当中，是眼睛秀贤的护卫武士，冷酷风格打开知名度。之后又在《假想结婚》实境节目中展现超反差的肉麻魅力，获得大批粉丝喜爱。为了七月的粉丝见面会，宋嘉玲还抢先在记者会上秀了一段萨克斯风。尖叫连连，不过受到 MERS 疫情影响，宋嘉玲从抵达机场就戴起口罩，记者会门口也特别放上消毒酒精和口罩，主办单位则是应景送上粽子高粱酒，粉丝也献上大型香包抱枕，让宋嘉玲直说谢谢。这回来台更接受了中视新闻的独家专访。现在我想你，明天我想你。专访中不时展现超萌魅力，更多宋嘉玲专访请持续锁定中视新闻。 CTV 시청자여러분안녕하세요송재림입니다여러분은지금 CTV 뉴스를보고계십니다안녕한류를많이사랑해주세요记者关正耀中继荣台北报道